遛弯去看看他们弄烧烤了没吗？嗯，走。烧烤的影子呢，老公？我们故意去那个，去捣乱。哎，烧烤呢？骗人的啊，黄小飞。那晚点看看，我叫点东西咱们。他说他晚上要弄烧烤。看来没有烧烤的动静了。对呀，没看见烧烤的痕迹啊。要去外面散散步啊？走，出去走走去。唱歌去，走走跟唱歌是同一路线。走到唱歌那儿啊？走到唱歌那还蛮远，大概有100米吧。哎，你建斌哥来了。哦，真的。这风景也挺宜人的。我们是来烧烤的呀，烧烤在哪里呢？烧烤哪里的？没有，我刚焖了一锅饭，还有咖喱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真的啊！来，真的真的，我老婆做咖喱，合适吗？合适，来来来，我们是来偶遇烧烤的，准备。我主要是想看看你们那个晶莹剔透的米饭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！你这样合适吗，老公？坐坐坐，请坐。最困的一天。哇，这个饭比较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怕谢谢。吃不了可以剩下啊，吃不了可以剩下，不用都吃完啊。哇，别有压力。哎，你们确定够吗？够，还有呢。够啊，我只有剩下我在吃第二碗，因为我老公刚给我盛好少，他怕我胖。他怕我胖。你们等下吃完饭会去散步吗？咱们等会儿唱歌去吧，吃完饭。好啊。啊。嗯。消消食什么的。可以啊。啊。嗯。我尝一口。嗯，哎，真好吃，老公，再我吃一口。走吧，饭也吃了，你还别蹭了。嗯，那么早就谢谢谢谢。你们回去是要干嘛？看电视是不是？他要去扎标，哦，我陪他去。那边有几个标是今儿下午扎的，你看看。你扎的什么？原来我那天晚上扎了3只标，都在十环。你是不是看到这个了？3个十环，我是有天赋的。我要参加国家扎标队，真的为国争光。是啊，我看到那是我扎的。哦，你扎的，你把它给拔了。哎呦，那你看看我今儿扎这个，三只标都在十环。你看我扎这个，哇，60分哎，这才叫真正的职业选手。我要练，我要苦练，我要在这个节目里把这个飞镖练成。可是你都是先帝手把手教出来的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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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我第一碗就给你盛的最大碗 ，sorry， 你给我那盛的那么一咪咪，我第二碗还是只有一咪咪。他给你盛很少。第二碗我也给2个客人盛，然后我自己也只吃一咪咪，然后他还又怕我吃多，还是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点，太过分了。拿来我的拖鞋。去那个卡拉 OK 待会儿。我去那个补个妆，我们就走。早就是自己带那个麦克风，你就自己在家唱一唱。KTV 的就在这儿啊！啊，效果还特别好。哦，就这间啊？是。我是有天赋的，我要苦练。嚯，扎得很准。
我觉得我站这个距离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我这个。往上扎。哎呀，今天我扎三个，扎到这九环十环就可以，咱们就可以撤，好吗？不好。怎么回事呢？差一点。陈老师，我没有进去嘛，十环不是这么好扎的。嗯，进去了一个，已经进去了一个啦。第二只，终于进了。第二只，快，还差一个。我这已经算非常厉害的了。你想想，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，就好比在打比赛。奥运选手，哎呀，算了吧，走吧，咱们出去唱歌。明天我还会来的。来啊，我们被震慑了，我们都不敢进来。我们刚才谁在开演唱会？太厉害了！请进，请进。陈老师，你点歌。我们不知道你会唱什么。我先听一下，听一下。为你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。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我们俩结婚就唱这歌，接吻接吻，快点接吻，这太浪漫了。OK， 有这么一个妹妹，也是够可以的，也是够可以的。我们合唱一首歌嘛？咱俩？嗯。